一个近乎绝望的地狱。死海寻找不到半点生命的气息，在圣城之外沙漠之中，有一个中国人在滚滚沙石里创造奇迹，要掘地耕种。以色列南部沙漠区跟约旦边境接壤，早年两国打仗的时候，以色列政府为了保卫边境，以防约旦突袭，将一批以色列人带到掘地开垦，当时犹如送死。和平以后，掘地仍然有人耕种，当中还多了一个香港女人。沙漠耕田在外人眼中等于送死，这个女人在沙漠中寻找她的绿洲，我们在沙漠寻找她的足迹。摄制队在40度高温下穿越一望无际的沙海，踏上似乎没有尽头的公路，4小时的路程，找不到一个逗留在沙漠的理由，这个香港人却逗留了5年。抵达沙漠边境小镇阿丹，在马路尽头，我们首先看到了绿洲。Hello， 哎、hey,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我们来迟了。37岁的姚希贤，1989年来到以色列。丈夫 Moti 是摩洛哥人，5年前来沙漠耕田，有2个儿子。阿贤在没来之前，父亲在香港开米铺。有几个地方呢，我们都住过了，但是不太喜欢。我们的梦想呢，还是来这里。你的梦想是来这里啊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我当初在泰国认识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告诉过我说，这里呢有个农场，环境很好，这是他的愿望，将会来这里住。我们结婚以后呢，经常梦想来这里住。这里到处都是沙漠啊？都是沙漠，只有沙堆，什么也没有。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？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，跟我想象中一样。一块一块由绿叶组成的农田，在灰黄色的沙漠之中显得格外突出。不是亲眼见到是不会相信的，滴水难藏的沙漠会有绿叶。算上阿贤，这里一共有31户人，每户拥有40亩田，自由耕种，自负盈亏。有人种番茄，有人种蜜瓜，甚至有人种太阳菊。在沙漠中，即使是一棵小草也分外有生命。你刚来的时候就像后面那一片沙漠一样的，什么都没有是吧？对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 是慢慢发展起来的。刚开始是什么呀？沙地就像我们经过的沙漠一样。你是在香港长大的，你为什么会想到办农场呢？我想知道你住在哪里，住在元朗还是住在景田？不是不是，我是住在土瓜湾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并没有刻意想过开农场，但是却发生了。你虽然没有刻意去想，但你的潜意识里也有一点感觉是吧？或者是你从小呢就想过田园生活，或者是你不喜欢嘈杂的生活。我从小就喜欢静。你为什么扔下家里人来这里呢？刚开始没想到这么困难，但越来越觉得困难了。当我在这里过年过节的时候呢，我看见别人个个都跟妈妈啊、一家人啊、姐姐啊、弟弟啊在一起，我没有啊。我当时才想到，想不想马上回去啊？想，经常想回去。是吗？但是机票太贵了。极目远眺，农田被沙漠包围着，与世隔绝，阿贤的生活也同样与世隔绝。阿贤，今天有多少度啊？40度。40度算不算最热呢？不算。最热是多少度？47度。你不觉得很辛苦吗？不觉得，因为太热呢是不会出去的。人家问你，阿贤你住在哪里？你告诉人家你住在沙漠。啊，对，人家会觉得很奇怪，没有见过沙漠，但是我很喜欢。
你的感觉怎么样？觉得是享受？对，很静，很享受，只听到风声。我真佩服你，你居然可以忍受这种环境啊！不是忍受，是享受。他们白天靠太阳能发电，地下铺设水管，有一间办事处管理大小事务，例如寄信。还有一间幼稚园，阿贤的两个儿子都在这里读书。坐下玩啊，哎，坐在这里，过来，来，坐在这儿，嗯，妈妈给你拿书包啊。最令人惊喜的是有一座游泳池，这是村民唯一的娱乐。这里没有警察局，没有消防局，只有一间诊所。医生一星期来两次，每次一个钟头。有没有试过谁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要去医院才行啊？有，我儿子啊。你儿子病得很厉害啊？我儿子有哮喘，三年前呢，他突然发作得很严重。我送他来这个诊所的时候呢，已经给他输氧气了。那天呢是夜里，没有护士，护士呢也住在这里。我马上打电话到他家里，他就马上叫医生。十分钟左右呢，医生就来了，用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里了。去医院要多长时间？开快车也要一个多钟头，所以呢我们都习惯了，不会为一点小事呢就去找医生。我们真的认为太严重了才会给医生打电话。嗯。阿贤平时吃的是自己种的菜。虽然村里有一间小型杂货店，但如非必要他不会去买。很多人呢一个星期就出去买一次东西，我很少。我们只有两个孩子，吃的不多，家里有什么呢就吃什么。肉之类的呢我不会在这里买，不新鲜。你多数是买鲜奶跟面包是吧？面包和水果都会买一点，吃多少呢就买多少，买的不多，太贵了。阿贤每两个月出城买一次肉，开车来回也要两个钟头，一去就是半天，所以出城就成了他最繁重的工作。阿贤本身是吃素的，要不是为了家庭，他可能不会踏出沙漠。哈，阿贤，你每次都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这次算少的了。算少的？那你平时买多少啊？两车，两三车左右。两三车啊？你自己一个人来啊？是啊。那怎么推啊？很辛苦啊，所以我并不太想出来。就像苦力一样的啊。对呀、啊嗯、很多东西很辛苦。这一箱什么肉？哇，买这么多鸡呀、啊？啊，一二三，通常呢都买6到8只，然后呢、哦、切成块放进冰箱里慢慢吃。只买鸡啊？对呀、啊、还有牛肉啊，牛排呀、啊，肉都是在这里买，因为新鲜。哦，你买回去以后呢就马上冰冻起来是吧？对，马上冰冻起来。这些鸡可以吃多长时间呢？鸡可以吃一个半月左右。买食品可以在超级市场里买，如果你想买衣服、剪头发那怎么办呢？还要去远一点，另外一个城镇买衣服。还要远啊？对呀、啊、你刚才已经开了40分钟的车了。45分钟。再远还要开多久啊？再开半个小时。摄制队在阿贤家附近用港币200块钱租了一间房子住了3天。三天的沙漠生活已经觉得很难熬了，要在这里住一辈子真是匪夷所思。阿贤24岁开始一个人去旅行，一直到28岁，4年来她去过不同的国家，跟丈夫在泰国认识，在尼泊尔定情，最后在塞浦路斯结婚。我从小呢就帮我爸爸工作，我爸爸是开米铺的，每天就是工作，生活啊很平淡，不停的工作，做足一个星期，只有新年放假3天，一年之内呢只放3天假，也许跟这个有关系吧，因为工作太辛苦了，一放假呢我就离开香港出去玩，不想工作。阿贤的父亲2年前去世了，临死前阿贤总算来得及见他一面。
那么你觉不觉得自己去那么远的地方住，不能在爸爸的身边照顾他，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，有点内疚？有，你也知道中国人的传统啊，有内疚啊，但也没有办法，自己选择走这条路就要承担。所以呢，我经常打电话跟他聊天，希望通过打电话来补偿。打电话，你觉得打电话就够了吗？不够也没有办法，我不可能每个星期都回香港啊。你来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没有反对？没怎么反对。为什么？他们习惯了我经常不在家，他们根本不懂。我告诉他们我在澳洲，在以色列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有很多国家给你选择，你为什么选择以色列这么偏远的村庄住呢？不是我选来以色列的，是我先生选择我。你不是说你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吗？来这里，来农场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你从来没想过是吧？从来没有想过，也没有想过来农场住。但是我小时候呢，小时候看电影呢，看西部牛仔片，我很入迷，我觉得他们住的地方很好，很宁静，环境很好，我很喜欢。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会来农场这里住。有没有想过回香港，在香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？想过。是吗？想过。怎么样，想去哪里？大屿山还是常州？想去中国。哦，大屿山、常州呢，已经有很多人了，人太多了。阿贤梦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生活，但在以色列从来也没有安宁。早在50年前，以色列已经跟邻近国家约旦互相仇视了。1967年6日战争，以色列飞机轰炸约旦机场，夺取当时属于约旦境内的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。从此两国水火不容。以色列政府在边界开垦土地，表面上给人民耕种，实际上是以他们做挡箭牌保卫国土。阿贤的田跟约旦边境最近的只有200米距离。士兵会坐在那里呢，看守边界，不让人进来。政府呢，希望边界有人住，所以呢，给我们的条件很好，让我们呢来这里开农场。嗯，这么近啊？对啊，就在这里。有没有1000米啊？好像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很近啊。会不会有危险呢？也许会有地雷，或者有其他呢？有些地方有地雷，不过不知道在哪儿。但你们是不会过去的，不会过那边的。有没有警告牌竖在这里？有，有写不准过去。你觉不觉得你是牺牲品呢？啊，因为这里距离边境很近，不觉得是牺牲品。但是有时候呢，在没跟他们订和平条约的时候呢，我也害怕，因为太近了，有什么事的话呢，很容易太近了啊。农田的周围布满了地雷，几年前有个小孩误闯被炸死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我们并没有感觉阿贤有任何恐惧。也许在沙漠耕田的忧虑比炮弹地雷更大。阿贤没来之前，这里采用的是集体耕种，村民共同分享成果，但这种方式注定会失败。5年前，以色列政府改为利诱贷款给村民，每户可以借8万美金，相当于港币60万。阿贤是第一批开荒牛。借给你以后要不要马上还呢？不用，借给你20年以后才还，每年还200块，这样。
哦，现在借，你借了多少年了？没有，5年半，还有14年半才要还呢，才要还。14年半之后还，到时候的情况可能就变了。对呀、啊，但如果你还在这个国家呢，你就跑不了，因为这里的资料呢全输进了电脑。要是你出境的话呢，知道你有欠债没还呢。如果我在20年之内走了呢？不用还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样？没有，我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，哪也不去。你当初来的时候，说真的，不一定是能赚到钱的，一定要熬下去。没钱赚，对，要熬。情况怎么样啊？情况不好，价钱方面不太好。开始呢，要咬紧牙关。做什么生意呢？开始呢，都是这样的，万事起头难。但现在好多了。那时候不好到什么程度？要不要倒贴呢？要倒贴，要倒贴。后来呢，又在跟政府借，政府肯借。前两年呢，已经好很多了。一旦决定留下，就要勇敢面对。沙漠耕田的最大困难是解决水源问题。这里的农田全部都铺上水管，水管上面布满了小孔，灌溉时间和分量由电脑控制。光是水费每个月就要2万块港币。第二是人手问题，以色列人根本不会来做劳工。阿贤唯一的方法就是高薪请外劳，他一共请了8个泰国人，每人每月6000块港币，还要包吃包住。但最难控制的还是菜的价钱。出口本地的菜的价钱呢太低，番茄啊5毛钱啊3毛钱一斤。有时候呢政府就说别摘了，不给你2毛钱，把地铲掉算了。这样一来呢连水费也亏了。那时候亏多少钱？那时候亏了很多钱。没算过，亏了很多钱。所有的存款都亏了？对，都亏了。那时候生活怎么样？很困难。好像这间房吧，已经很破旧了，很想装修，也要推迟。没有钱怎么装修啊？上个月呢才把房子装修好。哦，上个月才装修。对啊，你已经来了5年半了。5年半了。上个月才开始装修。对啊。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埋怨过，埋怨过你丈夫，或者是埋怨你自己为什么这么傻啊，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辛苦要耕田，还把钱都全亏光了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也是从小就做生意长大的。我爸爸很小呢就已经做生意了，差不多做了10年。我知道做生意是这样的，不可能一做就能赚到钱，所以我很有耐心，我没埋怨过。在我们眼中觉得阿贤很辛苦，但在他的眼中觉得做香港人才辛苦。我觉得我很舒服啊，比香港女人舒服很多。是吗？香港女人呢又要上班又要煮饭，东奔西跑的，对不对？你已经不再想念香港的生活了？不想了，已经不想了。在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呢，我也很注意。你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谁吗？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。董建华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四大天王呢？四大天王不记得四大天王了，是唱戏的还是唱歌的？唱歌的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四大天王是谁。还有啊，我们吃完饭以后你可以煮粥。哇，好香啊。香哈。好吃吗？人和事会随着时间淡忘，但阿贤一直坚持一件事，就是说广东话。你讲好食，讲好食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可能这2天说的最多了。对呀、啊，也是10年之内说的最多的。跟孩子说话呢，没有人回应；跟你们说呢，就有人回应我。细佬，讲多谢婆婆，多谢婆婆。多谢，婆婆在哪里啊？跟婆婆说谢谢。光啊，光啊，快说，多谢婆婆。光啊，多谢婆婆，多谢婆婆。阿桑，光啊，多谢婆婆，多谢婆婆。
你真的没有后悔过？没有，没有后悔过。你想也没想你就说没有？是没有。来了这么久，十年也没后悔过？没有。一天也没有？一天也没有。来到以色列一天一分钟也没有？一分钟也没有。究竟在沙漠中能不能找到希望呢？阿贤跟她丈夫2年前组织了一间叫 Oka 的公司，投资了20万美金，建了一间温室，栽培了一种新番茄，最近还和英国一间大百货公司签了合约。阿贤终于在沙漠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我觉得未来的前景很好。回想当初所受的苦，你觉得值不值得？值得，值得。因为今天呢已经见到光了，有好的前景。怎么个好法？当然好了，有钱了。一个梦想，一份坚持，使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努力绝对没有白费。路有崎岖也有平坦，他们来自中国不同的省份，带着同一个目的，他们甘愿蜗居陋室，吃残羹剩饭，为一口饭而活着。摄制队在圣城相遇拾荒的中国人，带出一个个漂泊他乡的故事。